世界如此简单。捷克斯洛伐克是1918年10月28日至1992年12月31日存在的共和国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奥匈帝国瓦解，捷克与斯洛伐克联合，1918年10月28日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。1938年9月，英法德意四国代表在慕尼黑签署慕尼黑协定，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。1939年3月，捷被纳粹德国占领。1945年5月9日，捷在苏军帮助下获得解放。1948年2月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开始执政，先后更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、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世界第七大工业国，在天鹅绒革命后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，并于1993年1月1日起成为捷克及斯洛伐克两个独立的国家。